所以一尊佛的名号就是一切佛的名号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你只要一门通了，全通了。印光大师文钞里头，有一个例子，佛门叫公案，我们世间人讲故事，有这么一个故事。有一位参禅的老修行，自己非常自负，参禅几十年，给印光老和尚说，那是通信的，向印祖这个请教。他说一千七百则公案，就是五等会员，他都参透了，只剩下还有几条，好像还不清楚。向印光大师说，印光大师回他一封信，说一千七百条公案呢，只要有一条参透了，全就透了。如果你说还有几条没参透啊，你老兄一条也没参透。好像这个人以后收到这个封信之后，禅丢掉了，跟印光大师念佛了。真的，一点不错啊！你说我这一部经通了，我学这一部经的时候，这部经学通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你全通了，这一部通。如果还有一部两部没通啊，那你这一部没通啊，一个道理啊。什么叫通了？见性就通了。你没见性没通啊。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明心见性，只要你一门深入，就东方这个修学的方法，一直到今天，外国人找不到一个。但是我们东方人把古老东西丢掉了，认为老祖宗落伍，所以今天吃这个亏，受这么多灾难。不知道老祖宗东西真好啊，世界第一了，找不到第二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给我们做出榜样。你看他19岁，舍弃了王位，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宫廷的生活，出去参学。参学过什么样的日子呢？过苦行僧的日子。这个视线非常伟大了，用今天我们佛经上的话来说，这世尊自己的话了，破烦恼障啊！他这个舍利家庭出去参学，烦恼障断了。参学了12年，印度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学派，他都去学过。12年之后，把所学的东西通通放下。那是什么呢？破所执障。19岁给我们表演的破烦恼障。30岁给我们表演的破所执障，二障破了。
菩提下，菩提树下入定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成佛了。啊，两种障碍都放下了，烦恼所知都破了。啊，这真正通达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。表演给我们看了，我们要是真的看会了，就晓得怎么个学法了。啊，再看，在中国，大家很熟悉的，啊，特别是广东这一带，唐朝六祖慧能大师的老家在这边。慧能大师没念过书啊，不认识字啊。啊，到黄梅，实在讲呢，在五祖道场八个月是做苦工啊。啊，祖庭的讲堂，啊，他一次没去过，禅堂也没去过。啊，禅堂里头没有坐过一支香，讲堂里没有听过一堂课。啊，五祖要传法，半夜三更召见他，给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大彻大悟。啊，不认识字啊，这一悟什么呢？全通了。那是真的，可不是假的。啊，五祖半夜就把他送出去，叫他赶快去躲避逃难，在猎人队里躲了15年。在逃难的途中，他遇到无尽藏比丘尼。啊，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受持大般涅盘经，啊，大般涅盘经分量很大了，两种本子，一种40卷，一种36卷。啊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要很长的时间呢，一天念不完了。啊，比丘尼，你看看，就这一部经。一门深入，念得很熟，意思不懂啊！啊，他在那里念，慧能的是24岁啊，啊，在旁边听，听得非常有兴趣，有味道。他念完了，慧能大师讲给他听。哦，这个比丘尼欢喜得不得了，捧着经本来请教。慧能大师说，我不认识字，奇怪，你不认识字怎么懂得意思？他说，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有关系，没干涉。啊，法达禅师，你们看《坛经》上有啊，他学《法华经》10年。啊，时间不短呢，10年念一部经呢，念了3000多遍呢。啊，一天念一遍呢，念10年了。没开悟啊。啊，他到这个曹溪。去拜六祖，啊，见六祖顶礼3拜，头没着地。啊，慧能大师看到了，起来的时候问他：“
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为什么你礼拜的是头没着地啊？”他很老实就说了：“他诵《法华经》3000部。”能大慈就说：“《法华经》里讲些什么？”他说不出来。反过来向慧能大师请教，慧能说：“这个经我没听过。”当然他没读过经，一生没读过经，不认识字。好吧，你念给我听吧。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念到第2品，能大师说：“行了，别念了，我全明白了。”把《法华经》大意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，在礼拜头着地了，通真通了，这不是假的。那些年10年都不通，他只听了一点点就通了。你说哪个方法好？